试试看。这个地方我还要放矮一点，这个不是这样子，是吧？再套满一个产品，就像我这个是那个产品一样啊、哦，你就从这里压到这个点，差不多就在这里嘛，是吧？先放满，是吧？我一压满一个，它就会收准。对，再套满一个，然后你就放另外一个，就下一个动作嘛，就按这个启动。这样启动。还有一个开关，脚踏开关你推就可以了。要脚踏开关吗？要的。要我们看一下吧。其他就没什么了吗？他就是时间。啊